玩特集，时间2:09。喂，冲落水。7月12日听日系去长洲考察。然之后佢话听日8:30之前要去到中华5号码头集合。今日新闻吓5号码，喺新闻8:30，我记得写8:09喎。我上次交通稿的時候我記得我影低了嘅通告啊，不好意思，八點半啦。咁即係我記得我坐車坐南昌站轉去香港，我記得至少係9個字啫。而家因為我記得我Form 4嗰陣，哇，成日都坐喺香港嗰度，我計個時間嘅。那個中環五號碼頭的位置是那個 location 就在摩天輪那裡，即意思是說你下車去一個 IFC 通過，即去 IFC 那個天橋的出口，即那個藍色的天橋那裡彈過去，接下去就是了。中環五號碼頭應該是在中環碼頭海濱那裡，但是好像很遠的，即是在海事博物館隔離。我聽日都是自己找一下先。我昨天6:00看了 The Toy Story 4，即是這個反彈片4，即是他的故事就講話，佢係首先第一部嘅係憶述翻9年前安仔嗰把玩具，跟然之後9年之後，佢就繼續翻《反斗奇兵3》嘅 ending， 即係繼續啦。即係個 ending 就係話，《反斗奇兵三》嘅 ending 就係安仔上咗達之後要顧嗰個學習生涯。咁所以就冇時間理啲玩具，所以佢將啲玩具送俾一個細路女，叫做 Bonnie 寶莉。跟然之後續集，送完之後胡迪佢係咁俾寶莉拋棄，即係意思係遺棄咗。咁但係再加上佢去幼稚園認識嗰時，佢覺得好寂寞。玩具陪佢，所以胡迪就跟住佢去幫佢，跟住整一個新嘅玩具叫小叉。咁但係整完之後，胡迪個地位就越嚟越俾人睇低，即係意思係話整完之後，個細路女就好中意小叉，但係唔中意胡迪。咁所以基本上佢有啲傷心，跟然之後佢哋一家人去露營，咪去自駕遊。咁啱小叉自己跳咗出去，跟住我哋揾佢翻嚟。跟住當佢入到嘉年華嗰度，佢見到我哋見到古董店裏邊嗰盞燈，令到諗起9年前離開嘅寶貝。於是在公園就重遇翻，即係9年都冇見咯。然之後小叉同胡迪入咗去古董店，見到加比豆。我講話加比嗰把聲有啲似黃君興，但唔係，係叫葉嘉敏。跟然之後，加比就同胡迪講話，佢自己有缺陷就發唔到聲。跟住之後就話要求佢將佢自己嘅發聲就送俾佢，但係佢唔肯，咁於是咪走咯。咁但係後屘胡迪就一再，但係小叉俾人捉住咗。跟住最尾巴斯工人就話咁耐未翻嚟，所以就走去揾啦。咁好啦，一連串嘅冒險。
跟住就建埋呢個勁爆嗰個工匠，之後就救翻出嚟。咁之後就又撞，佢哋又撞翻加菲加菲公主，跟住佢又同佢講話咩訴求，最尾就應承咗。跟然之後，加菲加菲公主佢整咗之後就話想俾嗰個細路女玩，咁但係細路女佢唔中意佢，咁所以佢自暴自棄。跟住之後，蝴蝶講咗番説話之後話，唔一定就中意嗰個細路，要即係好多細路你一定中意，所以就一齊去。咁但係最終佢見到一個當失落嘅細路女嘅細路仔，然之後佢就擺喺嗰度，然之後嗰個當失落嘅細路仔就揾到佢啦，跟住俾人收養咗啦。最尾就嗰架露營嘅車就駛入嚟。然之後，寶貝同埋蝴蝶佢翻嚟行過巴斯維嗰班玩具嗰度，咁但係最尾個 ending 就係蝴蝶佢冇跟巴斯光年嗰班玩具走，即係意思係佢唔跟寶嚟走，小叉留喺個巴斯光年嗰度，咁蝴蝶就跟住寶貝走嘅，即係意思係兩個好快又分散咗，即係想呢個 ending 都幾特別嘅。原本我聽日註冊，但我尾因為聽日去考察，咁所以延到星期一。咁但我記得下個禮拜一至五係要補課，一點到四點嘅化學三個鐘頭。一個一註冊，我諗到要入錢嗰個學生證，咁但我醒起我學生證好似係幾千蚊㗎。都算啦。既然真係要剪頭髮，雖然我舊年即係雖然我上個月十二日剪咗頭髮，但係都要剪多次，因為都有好高要求。IES 我都 pass 咗。因為佢講有邊個唔合格，佢冇講我名出嚟。咁但係仲另外一件事情咧，就係要買書。咁我就記得我中三、中四、中五都是去書局買的，咁但係因為元朗大棠路嗰間三聯就二月尾就執咗粒，即係結業，咁所以基本上如果冇貨嘅，咁我就唔知走去邊度買，即係意思話我走去元朗康樂路嗰間光明買。跟住佢話有幾本冇貨之後，跟住又要走去其他書店買。咁而家三聯都結咗業，咁但係我唔知再去邊度買。咁但係我都覺得出去買嘅價錢仲平過學校買。不過事關你住唔住咗拆先。為什麼這樣說呢？因為都是要看我頭髮有沒有長，即是意思頭髮是不是合規格。你說要你一個禮拜剪才可以說很成熟，你幾日剪是不成熟的。那如果我星期六剪就很簡單，我聽天不行，因為聽天四點五點解散，我坐船翻嚟六點鐘，咁我都冇時間跑步。咪有嘅，我翻嚟我唔翻屋企，仲要跑步先。先喺雞翼膠買飯，每週都撞翻田徑嗰個小學嗰個 friend， 潮人小學嗰個，但係佢都唔認得我喎。